那同时呢，我们要有请其他三位少年爱迪生再次登场。本场的四位选手都得到了创新脱线人和观察团的全票，到底谁会胜出，将取决于现场观众的投票。在我们这个时代 ，App 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，去把最后那一点点做到完美，做到极致。我想成为推动人工智能发展的一员。到底谁会成为第一位赢得银色徽章晋级复赛的少年爱迪生呢？最后的总票数是多少？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。牛马88票，王文赫90票 ，Faker 59票 ，Kevin 69票。所以我们要恭喜王文赫以90票拿到了第一个复赛徽章。加油！他好淡定哦，非常的稳。同时也把掌声送给我们的其他几位，玉帆。I'm well, you. Kevin. Kevin 给了他一个大大的拥抱。有马，谢谢你们，我们的少年爱迪生，我们下期再见，谢谢。